嗨，你好，我是香港置业汇景分行的庄新庄，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个丽港城的两房单位。今天介绍这个是两房的单位，面积517尺，就有埋家具的。咁呢一个咧系一个优质单位嚟嘅，可以望到泳池景啦、海景啦、园景啦，咁个景观上咧非常之靓嘅，非常之光猛嘅。因为咧佢有少少偏西，但系望到个海景非常之靓嘅。接落嚟咧，我哋入嚟呢个房间啦，房间本身咧就已经做咗一个衣柜噶啦。咁房間呢邊咧，亦都係望鏡泳池啦、海景啦，個景觀咧非常之開揚嘅。咁呢個單位咧喺麗港城嚟講咧，都算係一個好景觀嘅優質嘅單位。一個主人房啦，呢邊咧就有個蓋樓窗啦。房間個觀景亦都係同頭先個房間一樣啦，望到泳池啦、海景啦、園景啦，雖然單位咧得517尺，但係咧係非常之見使實用嘅，房間乾淨。好啦，嚟到呢邊咧就係嗰個洗手間啦，洗手間咧就浴缸嗰邊咧仲加咗嗰個防水嘅簾簾。咁咧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啦，同埋咧都整得好整潔整齊嘅。廚房咧，業主咧本身咧就做曬啲廚櫃啊、龍頭啊，樣樣都有㗎啦。咁啊，仲有留咗一個位呢邊咧，可以擺洗衣機同埋雪櫃嘅。咁呢度麻雀雖小，每樣嘢咧都齊全嘅。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打以下呢個電話6131251555聯絡我莊新莊，多謝大家。